今日是2013年12月10號上午11點48分，幫八人車哥哥是拍一輯紀錄片，因為星期五就交車給人家了。八人車哥哥是一個2001年開始覆我哋，到今日嘅。上面寫欄主意，又或者省略了某些準備工序，都會直接影響上面的質素。所以在他自己的飲食王國裡面，梁輝雄仍然堅持著個人的風格和要求。作為廚師最重要就是客人的認同，現在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奔忙神州，也都有很多遊客會來到香港。或者那個不夠味啊，即會不會有一些這樣很明顯地去影響了你的出品的？其實沒有，很少的，因為其實呢我一出去客人就很少炸人的，即就算我想即我估會不好吃的，但如果見到我呢他就沒有，他就很開心啊，師傅你就出來啊，這個餸好像差一點，但我有時拎回去試一下好像差幾多但他真的沒有的，客人真的很好，我其實覺得好像老朋友一樣，老朋友經常在幫下菜式，都是說師傅今天的肚子大一點，因為我肚子上都他說給我聽我很開心，因為其實做廚師最開心的就是師傅欣賞你的菜，懂得你的那道菜式和懂得
咁我買車時，另一條街車點上去嘅，到而家。黐咗之後，我就話，即係譬如話煙燻咁，我佢話攞攞啲，我話唔係㗎，你夾親佢咧，你感覺到佢有玫瑰花香味㗎，再仲有少少茶果木咁樣啦，係啦，咁佢就係喎，跟住仲有啲飯味添啊，係啦，原來佢發覺我可以明白師傅嘅心態，師傅菜式嘅。梁輝雄師傅唔單止煮得投入，佢對香港新興食肆亦都係萬二分留意。佢同好朋友組成宵夜兵團，會去試唔同嘅美食，舌尖上較勁，將菜肴抽絲剝繭，實行味道大品評，前番大師廚藝交流，唔怪得知佢成日都可以創出新菜式。希望佢哋呢班有堅持嘅大廚，繼續引領香港飲食業喺國際上面保持住香港美食天堂嘅名譽。順利建材踏入三品。再看看最后一个机会。